哎，现在小艾夫在找住宿呀。现在我身后的这一排房子小小屋呢，差不多现在是1000泰铢，一个房间。然后现在是这个季节呢，游客少，不含早餐也没有晚餐。但是呢，它的风景超级美，因为在山上，而且呢都是不带空调，因为晚上特别冷。一会儿就跟着我去看一下房间里面怎么样吧，挑个房间哦。这个房间怎么样？这个都是竹子做的哟，还挺齐全的。再慢慢看，慢慢看。哇，这个是风景好赞呀！哇，你的哟，哇，这个四个人睡都可以哟，哇，这个风景很赞。这个窗能看到这个瀑布哟。看一下这个1000泰铢200块钱人民币的 guest house， 终于入住房子了。现在呢，我就坐在这个大大的这个阳台这个地方，然后面对的风景呢是这个样子的，很美吧？给你们看一下我对面的风景呀。其实你们在这个房子的这个玻璃窗上，其实能看到这个对面了。现在我烧一下水，然后刚刚问了一下老板，这个放在房间里的粥，虾粥，是不是可以免费吃呢？老板说对哟，都可以免费吃哟。所以我现在准备把这个放这里边。当当当当当，刚刚从树上摘下来这个柿子，哇，好贴心哟。因为啊，在我这个下边就能看到一棵柿子树，这一颗颗的柿子结了好多好多，就在我房子的这个下边。樱塔农高山上的柿子哟，泰国第一高山，结的柿子一定很甜很好吃。这棵柿子树的家就在这个山谷里边，这个地方呢是朝东的，所以明天早上呢就会看到日出啦。山谷里的云，山谷里的什么呀？反正那个山谷里面的居民，那个小娟唱的特别好听啊！现在小 F 就有这种 feel。哦，尝一下，是的，很甜的硬柿子，跟我之前在上海吃到那种红红的软柿子不一样。这边的柿子要是橘色的。是硬的，特别好吃。刚刚我跟老板娘说，哎呀，肚子饿了，想吃饭呀。然后看到她在剥玉米，然后说，哦，我好喜欢吃这边的玉米哦，因为这边山里的玉米是小小的、糯糯的，就是带点黑点点的那种糯米。我就想吃这样的糯米，而不是像那种美国那种大玉米啊，就只有水分，一点都不糯。刚刚泡着虾粥，竟然有蟹肉棒，还有这个虾仁，在这个一次性的这个粥里边。泰国的粥很好吃哦。这边出去就能见到对面的这个瀑布，风景一样很赞哟。一会儿出去逛一圈给你们看一下，好大的瀑布哟，现在太阳有点烈。
现在是快5点了，下午，但是太阳还是那么猛烈。哎，泰国人的沙拉。这边有一棵大树哟。哎呀，我就觉得这个大树怎么那么好看呢？这个平台就是看瀑布的地方。明天早上我带你们看一下，因为现在朝西，有点背光。然后那边是泰国人应该在露营。哎呀，这边伊塔农山就是好多人喜欢露营哟。随便找一个地方。本来呢，我是选择这个小木屋的，但是呢，后来发现它的阳台有点小，所以啊，我就换了一个房间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晚上可以散散步，然后在这个大平台上坐一下。哎呀，这个生活是不是特别惬意呢？这个大平台很安静哦，现在。瀑布在那边。我刚刚问了一下，就是在这边搭帐篷的这个人呀，这个泰国人，我看他的车是从曼谷过来的，所以问他，哎，你在这个地方，这个租地方搭建这个帐篷是多少钱呢？然后他说，你有没有帐篷呢？然后他是有帐篷的，有帐篷的话，一个晚上只要付100泰铢哦。你就可以在这个风景无限的地方扎营了，就相当于人民币20块钱，你就住在这个地方。小 F 可是花了1000泰铢哟，哇塞，这个是10倍的价格呀！如果你有帐篷的话，下次我也要像这样子一样扎个营，看着这无限的风景，哎呀，太美了。刚刚老板娘送来这个玉米啊，你们看这个山里的玉米就是很小哟，非常小。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迷你玉米吧，但是它颗粒颗颗饱满，颜色的话呢有黄色、紫色、黑色、白色这样的一个玉米。然后这个呢就是灰色跟紫色的一个，还有一个是完全黄的，这是不是很小？山里的玉米怎么长那么小呢？看来很多转基因的玉米就是长得大大的哟，小小的就是很自然。嗯，好、嗯。现在天空是紫色的，好看吧？这个一只烤鸡哦，炭火烤的鸡是170泰铢一个哟，我准备买一个带回房间里面吃，在我的阳台上，好玩不？帮我切一下。好的哟，应该很好吃。啊，我要点了一个宋丹，然后让它不要放辣椒，这样子吃起来就不会很辣哟。
要把握好点嘛，一会儿。这就是木瓜，青木瓜，青木瓜沙拉就是这样子做的，这是泰国人典型的用这个大钵来捣一捣，加上各种的调料。要哟，好啦。啊，是不是很漂亮呀？现在是晚上7点多，天还没有完全暗下来，还有一些紫云飘过，但是山里边这个灯给亮起来了。亮灯的地方呢，就是扎帐篷的地方，所以有很多泰国人呀，喜欢冷的泰国人就跑到山上来扎帐篷。嗯，这边晚上没有路灯，漆黑一片。喵，啊喵喵，哎，长毛和马天天耶，哎，来了一只猫耶，突然之间来了耶，我，你要干嘛呢？他们突然闯进我这边的。这是我的松板，才40泰铢哟，8块钱的，还蛮大一盘儿。咚咚咚，这是我的烤鸡，刚刚一整只鸡，然后在这边帮我切了小块小块，等会吃起来会很方便。然后还有2个 sauce。好啦，现在我要开吃啦，在我的大阳台上，哎，先吃一只烤鸡，还带着这个皮儿的。我都不用 sauce 了。超级好吃，不用调料都很好吃哦。再吃一口松蛋。刚刚泰国也说了，不撒辣椒的就是不要不要玩玩玩玩不要不要，就甜甜酸酸酸酸甜甜的口味。这就是我可以吃的。好啦，我要继续吃咯。哎呀，有点冷哟。现在就下雨了呢，这就是山上的天气哦，雨下的好大哟，一阵过来，早上好呀，今天的天气真的变化多多呀，刚刚还是出了太阳，然后一会儿下雨，一会儿又变晴了，一会儿呢，所有的雾都过来了，看不见整个树。现在在下雨，我呢在吃早饭。看一下这个山，真是雾茫茫的，我都看不见，是不是？但是今天我吃的早餐呢还是挺丰盛的哟。虽然这个住宿没有包早餐，但是我准备了，刚刚吃了粥，跟昨天一样还是粥。然后昨天晚上买的豆浆，还有最喜欢的，哇！薯片，还有一大盘的这个水果，好多这个水果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是我昨天有人上门推销，拎这个篮子的一个老爷爷，说这个叫什么水果来着？这个泰语，
很多泰国人应该都不知道吧，紫色的，他说这个里面呢是脆脆的一种水果，甜甜的，酸酸的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啥水果。还有呢，昨天老板娘也给了我们这个，这个是啥？这个他说是我昨天说他种的这个玉米特别好吃嘛，然后他说没有了，最后一批了，但是呢他用这个玉米和糯米做了这个胖胖筋，就是很好吃的泰国糯米甜点，我又让吃一下喽，吃一下哥哥。下的真的很大，这个是香蕉叶子包的，就是特别的鸟鸟，就泰国就是非常的黏，你们知道呀，糯米就是黏的好吃，对吗？哎呀，啊，没有耐心了，打不开了。在海拔2000米以上高度种的玉米，很不一样的哦。嗯，嗯，很少吃到这样的不甜的食物耶，好吃。嗯，有尝到那个玉米的味道。嗯，满足。然后再吃个薯片。而且是天。